哎，这就是你们要找的将军。将军，你把将军都不会磨成粉做的。你太夸张了啦！它是一个蛋糕。我们没有啊，蛋糕而已啊。蛋糕。对，你以为是人吗？乳酪是呗。对。哎呀，我差点错意了，它是白色的，我就想到那里去了。它就是代表那时候战争的苦跟胜利的甜。 啊，所以我们里面有加一些苦甜巧克力。哦，哇，你看这个乳酪，它非常扎实，扎实哎，切起来还是有点力道，对不对？嗯。哎，它没有含水跟面粉。哇，好绵密哦。哦，凉凉的哦。再吃一口。还蛮凉的哦，牙齿会稍微动一下，好好哎，嗯，很好哦。哎，太好吃了，你看。 三个口感对不对？最下面是饼干，中间这个黑色的呢？甜巧克力。哦，这是巧克力。对。然后就是最下面是满满的那个乳酪。厉害厉害。哎，没有想过，有一点我在芝麻有历史的地方里面会吃到这么好吃的一个，算是一个解放的甜点。喂，太超过了，太超过了，也留一口给我嘛。 这乳酪从菜鸟小编的口中回报说啊，除了入口即化，这不用说，更是能融化少女心呐。想把妹带去这里会中会中哦，而且里头还添加了苦甜巧克力哦，你一口我一口，甜蜜蜜呢。好啦，趁现在天色还没暗，明雄哥说啊。 这次回来一定要带大家去一间超厉害的餐厅，只要他有休假回屏东，就一定会跟三五好友上去喝一杯的。走走走，赶紧跟着上山去瞧瞧吧。 真是舒服啊！好舒服的天气，还是家乡的舒服。你看，我带你这个地方，你看这个地方，我们是我们屏东，虽然是郊区。 可是它也是一个观光景点。哦，好厉害！我们要吃它吗？找到了，是吗？这个我跟你讲，哇塞，猪脚哎！哇塞，怎么烤的这么好？可以站起来。哎，你先慢慢用，烤的好。我先进去看一下，你先吃，然后烤的好好哎。哎，米双哥，好好吃，不要吗？放心啦，我已经叫师傅动了。嗯。哎，我放，嗯。 哎，嗯，这个石板对砌成的这个墙一定有问题。这个真的很好吃，我要先吃一下。你有问题吗，石头？哎，我量看看。明兄哥，你真的怪怪的哎。应该是你的尺寸。你可以进去。 嗯，这是我们台湾煮的石头哦，应该是烤山猪之类，烤乳猪之类，这么大的，或者是一条牛啊，不是一条牛啊。我们会师傅啊，揭开这个谜底，请揭开，慢一点哦。哦，口会不会很大？不会，不会，一点都不会。我们心里准备，好，一、二、三，啊！ 你看它的鸡翅那么多哎，看了，看了，当然要吃了。哇哇哇哇哇哇！哇，满满的这个，你看这个烟，哇哦！鸡精，哈哈，明雄哥真的很爱下啦。喂，这样居高临下的深山，这么偏僻的地方，竟然会有这么诱人的大餐，看看那滴不停的鸡精，这也难怪明雄哥会这么喜欢来这里用餐。你们看看那烤鸡，哦，我的口水都快要滴下来了啦。而且拍摄期间是平日，既然还这么多客人呢，看起来真的很厉害。快点入座介绍一下，看得阿达我都饿啦。 烤鸡就是要趁热吃，趁热吃，记得留只腿给我啊！好，来坐坐坐坐坐坐。其实我现在要跟你讲一个真的心里面的感觉啊。每次跟你一起出外景，哇，学的很多。原来是你们台湾组对我们外国人都很好，把我们准备这么……啊，对哦。
好意思，这是我们的桌哎。是啊，对对对对对，当然有很多人啦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哦，在那一区哦，我带你们过去。来，吴凤、明雄哥这边请哦，这才是你们的位置。哎呦，台湾组就是这样子，台湾组这样子的，爱你们台湾组，哇塞，拍手！好，你看看，哇塞，台湾组那么热情，你看，台湾组每次都这样子吗？谢谢谢谢，马里马里，马里马，请坐，哇塞，请坐，好热情的朋友们。这个是烧饼，手工烧饼，手工烧饼哦。对，然后这是我们特制的烧肉。哎，你这个烧饼，手工烧饼是从这个烤窑里面的吗？对，就是手工制作之后再用柴火烧的那种的吗？烤炉，烤炉里面的。对，哇，哇，也是你们做的吗？哇，拍手拍手！哎呀，可以了。但是我在想哦，厉害哦，你们台湾组要学我们外国人的食物吗？有一点像是我们外国的食物啊，饼干饼干呢？哎呦，我们也可以改良创意成这个样子啊！炸里面的还要加这个哎，加肉哎，哦，就是的喽。对，猪肉是自己养的吗？他们养的对不对？是他们养的吗？他们养的，我太厉害了！我们先谢谢。哎，等等，嗯，这个是要从中间剥开啊。要撕开剥开来啊、OK， 我们慢慢的给大家看，原来是要撕开啊，包这个肉片，包在内馅。哎呦，就是有一点香，就是早上嘛，就是烧饼夹肉。好，你还要吗？很满了呢。哦，满了吗？我一直在等。这个是蛋酥。哦，再加个蛋酥哦。我要，会比较香。有创意食物哦，哎，这个好的观众朋友们看一下，很想吃对台湾的那个烧饼哦，这样看，有任何国家的人来到这里吃这个，哦，一定会爱吃的，太好吃了，太厉害了，台湾竟然这个三丝肉片，你看，结合这个地方的面包，我们中国的这个烧饼，哇！做成一个创意料的这种结合，太好了！这个蛋酥，不用，你不用，你不用动手，你不用动手，你含着就好。对，原住民文化哎，吃下去，快点！好，你一口我一口。哦，原来原住民这样子。喂，看到没？看到没？各位观众，刚刚有没有做笔记啊？明雄哥这招实在是把妹高招啊！这外酥内软的现烤香酥烧饼，搭配着香嫩烧肉及香脆的蛋酥，烧饼夹着层层内馅，一口咬下是充满着层次感，满嘴散发出那酥脆的蛋香。我看这两位吼，在现场想必一定是给我吃得津津有味，吃得满嘴都是啦，搞不好还吃到忘记主食嘞。看看那个饼，那个烧肉，还有那塞满嘴的老吴，太超过了。害他了，你看他离开了咯，怕你耶，你看。没有啦，他们一定会很热情的招待，不要担心。看，哎，百万，哎呦，酷卡爸爸，酷卡爸爸，哇塞，酷卡。重量级三产即将轰炸你的味蕾！哇，跟那个马铃薯，说里面所有的汁都缩在里面，你们看，非常的软。